我们眼前呢是一座大城堡。今日的节目将带大家走进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的世界。叫贝勒这个雕像呢，在这个布哈拉这边的一个代表人物，叫做阿凡提。传说之城，传说之地，这里有着说不完、道不尽探险寻宝故事，到处充满神秘符号，很像十字架的东西。这就是这显教当时他们的一种特殊的一个符号。当时的这犹太人，他们犹太教跟这伊斯兰教，他们同时在这个教堂里面一起做礼拜。这里是探险家的乐园，在这充满传奇的古城里，随时会带给你惊喜哦。哦，就这光真的是很漂亮。老城里惊喜不断，可是老规矩也是很多的。这个男人哦，戴帽子哦，你如果盘的那个盘金哦越大越华丽，代表你的这个身份地位是越尊贵的。这里是歌舞之乡，古丝路要道，宝藏之地，继续跟着我们一起发现中亚，发现大丝路吧。